不是你有证吗？我咋就没有证了呢？你把证给我，我给你扫啊。要你过来，你不要不掰。我给你，我不掰你，你让我给你扫，你真的，我给你钱呀、啊。拿过来、啊。我这不是证，我拿过来，你拿过来给我，我扫，我不掰你的证，我扫你的证啊。我掰坏了嘞。你是合法的吗？是正规人员吗？哎，不是正规。你要是正规人员，我得扫你的证啊。我不是给你搅黄了，你来北京你这样就没有正当职业，你就是假的，你就是破坏北京的公平秩序。你拿来拿来，把证件拿来拿来，我给你扫。我为什么给你钱啊？我为什么给你钱啊？我就不给你钱，你这种人就不应该在北京生活。为什么给你钱啊？我为什么给你钱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正规的，我一分钱都不少你。你是正规的吗？你是正规的吗？我跟你说啥呢？你是正规的吗？啊，那你拿过来我扫这儿啊。我一分钱都不给你，20块钱多不多？一分钱都不给你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是假的，你这样的人多了就没有秩序可言了，知道吗？你要是真的，你把证拿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这样的人，在北京生活就是北京警方不作为、北京城管不作为的典型代表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这样的人能在这儿长期收听着。